埃维农堡是托斯卡纳地区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酒庄，从13世纪开始就在当地酿酒。现在这边的始建于1886年，现在地面的部分已经经过了很多翻新，但是地下还拥有一间。我有点喘。现在里面存放的是艾维农堡的酒魂。那肯定不行。挺好嘛。挺好的。我是白明杰，一名职业选酒师。我在全世界寻找优质葡萄酒，并把它们推荐给适合的买者。世界上没有两瓶相同的葡萄酒，酒在封印的那一刻就注定带着一份独有的风土之味，开始了它的奇幻漂流。我正在记录这样的故事，送给热爱葡萄酒的你们。走吧，过来，走吧，走。放弃了是吧？这样不要了。这一家就是卖水果和蔬菜的。这个花红皮的。不是，这个是 Fruta Verdura， 就是水果蔬菜店。关了。关了吗？不知道，我们今天待会儿吃饭商量一下吧，能不能6点半？哎，天天那干废了，睡眠严重不足，白天都眼睛睁不开，不想讲话了都已经，严重失语。我算了一下，两天睡了，我不知道你们，我两天睡了9个小时，我昨天1点半睡的，不知道不知道。Do we sit for takeoff or? No, you can stand. Yes, okay. All right. You have a little cup there, man? 太后，白太后。Do you need help? You're on the side? I'm on the seat. Hold it. 塞进去了，结果是。问题是我跟一对住蜜月的一起上，真的好吗？
一会儿他们在我旁边接吻什么的，然后你会跳下去，我会把他们扔下去的。我以为跳下去。Do it. Test, test, do it, do it. Do it, do it. Uno. Pizza, pizza. Pizza. 好了，就这样就飞了。起飞的时候没有什么感觉，但我记得好像落地的时候要有一个安全姿势着地。对，所以叫做机场准。我们现在在3600米的地方，很高呀，要给你们看一下。我现在在哭，就为什么我的眼中充满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不是啦，是我的节目眼犯了，它这个热气可能刺激到我了。因为刚工作人员看了我一眼，因为我现在就是很像在大哭，不是被旁边虐狗，就被这顿卡跑虐狗虐的我这个眼泪。因为为什么看不到我的脸？看到我这个眼泪，虐狗。他在给这对 couple 拍照，大概不想给我拍。Thank you。刚刚那边有一个就是小别墅带游泳池的，可能是民宿还是另外哪个酒庄。然后这路边你看，全部都是橄榄树。这个牛屎并不是一般的牛屎，真正的严格意义上做生物动力法的酒庄，它要求这个屎拉这个牛屎的牛，它的成长一定要在酒庄葡萄园1公顷的范围内，就是它要吃这个葡萄园附近的草，然后它拉的这个屎也要在葡萄园附近拉，然后最后拍拍个什么附近方便，除了拉，你给我找个事儿。就他这个排便，这个终于开始。这个牛屎不是一般的牛，等一下，应该用牛粪好听一点，是不是？这个牛粪其实不是一般的牛粪，真正严格意义上做生物动力法的酒庄，它要求产出这个牛屎的牛，它的生活起居都要在葡萄园的1公顷范围之内。我这，哇，牛屎吃多了太了，不是，这牛，这个牛的饮食起，牛的吃喝拉撒太难听了呀，还是饮食起居吧。就行了，走到镜头中间，右手抱着镜头看镜头，然后可以把镜头抱起来，自己把机器都抱起来就行啊，随便玩。来，开始，快！抱不动呀。走。开心，开心，开心，越开心越好。哎呀，举不动。这片池塘都是我的，都是我的，都是我的。哎呀，哪有这样？好，你原地转，原地转。好，差不多就可以了。你在那棵树后面干嘛呢？你眼睛都很。
我们去年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决定了做风土之酒这样一个节目，因为非常有执行力的摄制组，所以我们七月份就马上去意大利进行了拍摄。那到现在意大利的系列已经全部都更新完毕了，我们也收获了不少的粉丝。在做 UP 主的这几个月呢，也体会到了就是一些不一样的感觉，就让我产生了很多的错觉，总觉得周围好像有人把我认了出来，然后总觉得好像有人在叫白老师给我一杯圣酒，可不可以让我尝一尝永生酒，永远喝不完的酒。导演已经那个听得感兴趣的不行，非得要尝一口。果然很像那个鸡汁糖浆，就缺了一点中药味。那这几个月一路走下来呢，我们在 B 站就是更新的也非常的辛苦，但是呢因为我们对葡萄酒的爱，所以还一直在坚持。追剧了没有关注的小伙伴，麻烦你们再多动一动手指关注一下我们，然后没有关注和没有追剧的一定要记得关注和追剧，然后希望我们这个风土之酒的节目能一直坚持下去。有没有那个青牛牌子？青牛牌子找找，他们的餐具非常的简洁。法国系列马上就要上线，勃艮第的部分呢会讲更多的专业知识，跟意大利的部分可能会有一点点风格上的不同，希望大家一定要继续关注啊！没时间了，就剩一句了是吗？关注关注关注，重要的是说三遍。